终于了，终于了。光啊，有点起得太早了，我刚好了，准备好刚好。现在时间是5点，我现在最近天亮的比较晚，开掉了，看起来是没啥雨了。有鱼哟、哦，小只的什么鱼？啊？是什么？尖梭？哎、欸，马家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竟然中马家啦！马家东海岸马家成就解锁，嘿，神奇小马家，的日出现在才5点42分，看太阳就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已经是9月多了，如果是夏天的6、7月的时候更早。感觉呢，刚才有鱼在摸了一下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副钩呢改成这个有金冲的，那我们再来试试看。山上在下雨了。下大雨啊，有东西呢，这个有东西啊，低杆，哎，这个好可怜，好扯哦，竟然中石斑，靠腰，想说怎么都没有，要这个要拍一下，这样出来了，
哦，月亮看起来好大、啊。终于，哎，终于，哎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真的终于了啦 ！Oh my god！ 哦，超开心的，真的终于了啦！哎 ，Oh my god！没有很大，是确定是鱼没错。是不是花枝？不是花枝还是软丝？中了啦，中了啦！哎呦哎呦，哎哎会跑呢，哎会跑呢。什么东西？会跑哎、欸，会跑哎、欸！会跑呢，会跑呢！呱呱，呱呱！呱呱吗？那是呱呱。甩头，呱呱。哎呀，厉害的！看你呀。我要了，我过了，过过，大木瓜，大木瓜，真的会吃啦！好爽哦，干，好爽哦，本来放弃了呢。好爽哦！大家早，现在是早上五点。我们要在花莲的三站西出海口，我们一样来摊钓铁板。哦，继续来研究这个摊钓铁板的钓法。OK。OK， 那这是今天用的铁板啊，啊，28克，6号的前导，嘿，趁着天色微亮，丢出去了。中鱼了，中鱼了！不知道什么东西呀、啊。嘿，果然是这个。弄起这啦！
果然就是你。就动了，应该是一样是小马驾。有一只。大家好，我小江。我们现在在七星潭，我们准备要回家了。那昨天的钓光其实没有很好啦，就是早上咬一下，哦，然后下午也咬一只小石斑，然后呢，晚上呢钓了一只呱呱，哦，夜间钓铁板钓一只呱呱。不过呢，在垂钓过程中，我一直觉得有鱼来摸我的铁板。就是有一台撞我铁板，那有时候拉上来那个线会刮伤，甚至被剪的现象。那我就想到台中港我钓马家的经验，我就用一种用比较扁平的铁板，用平头的方式，结果今天早上呢中了两只马家，虽然不大，不过印证自己想法的这种乐趣哦，是蛮好玩的啦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哦。